炫富一直都是朋友圈不可或缺的部分，以前是马甲线、人鱼线、A41，但现在这些都过时了，如今流行 AB 线。这条线还有一个学名叫 Abscrack， 也就是肋骨中间的那条线。 AB 线贯穿胸部和腹部，感觉性感撩人。为什么现在 AB 线这么火？除了比马甲线、人鱼线还难练，更重要的是与自身的肌肉组成相关，也就说是天生的。如果花一个月时间就能练出马甲线、人鱼线，要是天生没有，再努力也没用。但如果你本身就有这么好的优势，却没努力练，那也白瞎了这条件。要想练就 AB 线，体质低是关键，而且要坚持腰腹核心力量的训练。所以拥有 AB 线的妹子都是值得点赞的。要是马甲线、人鱼线、AB 线都有这样的身材，简直可以召唤神龙了。看了这么多 AB 线，再看看自己的肚子还差多远呢？当然，也别对着屏幕眼巴巴的看着了，练起来才是王道。说不定几个月之后，你也可以大胆炫出来。下面是腹肌训练的几个动作，为了好身材，赶紧收走锻炼起来。一、伏羲卷腹；二、直腿触足卷腹；三、侧身卷腹；四、飞燕式五、空中单车六、团身踢腿七、V 字支撑八、平板支撑炫腹，并不难，只要能坚持，不用空羡慕，囚徒健身，我们的努力只为每一个平凡的你。关注囚徒健身微信平台 Q-Touch， 回复您的身体信息，为您定制专属您的健身计划。本文内容来源于网络，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